恩典三六五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每一天活在祝福里面。约书亚记到了第六章的最后一节，讲到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声名就传遍了全地，传扬到遍地都听见他的声名。其实每次读到这里，心里都有一些很深的感动。我们都盼望基督徒在这个世代是有影响力的，是被别人尊重的，是看见他的身上有神的荣耀与同在。很多人都很期待说，在我的事业里面，我可以越做越好，能够荣耀神。我好盼望我能够在有一天得奥斯卡金像奖，然后在那里面去荣耀神。我觉得有这样的心真好。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说，那个关键是在于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很期待在我们所做的事上，很努力，很有神的这个荣耀在那里面，可以荣耀神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努力去把事情做好来，我们要不要换一个角度去想说，主啊，约书亚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当然所有该尽的本分他都做了，而征战胜败的关键在神同在。在你的职场上，我要抓住的是我要成功，还是我要抓住神同在？在我的事业，在我的整个人生里面，我渴望成功以至于可以荣耀神，还是不论成不成功，我要抓住的是神的同在？即便因为我抓住了神那个属灵的原则，我可能会失去了很多成名得利的机会，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要神的同在。哪一个是更重要的呢？我读到这里就想到一位年轻的基督徒，就是林书豪。我觉得我常常看到他的人生，过去这一年的时间里面，他好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，突然变成全世界注意的焦点，成为他们那个时报杂志时报周刊里面选出全世界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的第一名，一个23岁的年轻人。他是力争上游，终于坐到这个地位上吗？没有啊，他好好的在他的人生当中尽他该尽的本分，好好的练球，然后呢他认认真真的为主而活。我和书豪的相处的过程里面，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说，我的一生要为主而活，我的一生不是要成功，我的一生不是要功成名就。很多人说我要功成名就，因为我要荣耀神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来问问自己，我更要的是荣耀神还是功成名就？约书亚要问自己，我最想要的是得神的从让神得荣耀，还是我就是要打赢这场仗？我求主帮助我们，征战胜败的关键在神的同在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我的一生当中，我更关注的还不是从人来的掌声或者是批评，从人来的得胜或者是好像没有做成，更在乎的是我有没有抓住神的同在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基督耶稣里面，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一切的丰盛。我们要渴慕的是一切的丰盛，或者是我要得到神的同在。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一个对的态度，不是争取成功，我们不是不要成功，而不是成功不是我的目标，我的目标是神的同在。我要活在神的同在里面，在他的同在当中享受一切丰盛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我觉得主呼召我们一起问自己，我要的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同在，或者是那些丰盛？是功成名就，还是荣耀神？到底我真的要的是什么呢？愿主光照我们心思意念，陶铸喜悦，神与你同在。
这世间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源永流不断。这世间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。深深在你心里，远远有。